大家好，我是开卷人阮华端，鹤鸣于九高，声闻于野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幅雪梅双鹤图，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，是明代著名宫廷花鸟画家边俊昭的代表作。画面上两只白鹤均单腿站立，一只引向向天高歌，一只回首梳理羽毛，体态舒展。 神韵生动，而他们身后白眉立足，茶花傲雪，香影生辉，玉器盎然。画家将白雪、百眉、百鹤置于一个画面之中，让它们彼此拥有了更丰富的寓意。用严整精细的笔法，明丽鲜活的色彩，让两只白鹤。 展现出了翩翩然君子之风。今天，我们就化身云中仙鹤，一起走进雪梅双鹤图。